你们是第一个是吧？那咋的？那你们自己选的，没关系，还无所谓。请两团站在圆形的这个舞台的中央。各位小姐姐，首先进行的是声乐考核，准备就绪，可举手示意音乐播放。站在悬崖顶端，时间总是比时钟走得还慢。一旦汗被风干，一朝红颜隐姓名的惆怅。真爱吧，放生一出肩膀，忘掉一点遗憾。真爱吧，啃食一双翅膀，多熬过一季黑暗。朵姐唱歌真的太棒了，她只要一张口我就说啊，太好了，也不用有任何其他的侥幸心理，就是说她也许唱失误，不可能，就一定是水平就在那里的。Ready? Yeah. 你用 jazz 和 rock 一起 hip hop 整条街。哇凡的生活用音符来铺到调味，苏醒的早晨，灿烂的午夜，旋律为这世界画上微笑的句节。雨琦姐姐是不管她唱成什么样，她还是会有她的魅力。但是从vocal 来讲的话，哦，那说实在话，想要把这个作品、把这首歌唱好，要花很多很多的功夫。请孟佳团、宁静团进行考核。Think I'm gonna roll， 一听到 music start， 我想要开始 go， 是谁都能去转，是谁都能感受，那音符一起玩，我停不下来，我简直停不下来，不如你一起来加入，跟着我走。表现非常好，我觉得静姐他们唱歌的时候我整个惊讶了，吓到我，我觉得哇，不愧是金晶 Queen， 就是好厉害。现实中有人麻木早已沉默，如果我还能维持心中的火，只是因为我们还能感到疼痛。
我练习了那么多次，从来没有在蹲的那个地方起来的时候就是娘腔了一下，可是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在小考的时候没站稳。请叮当团、王菲菲团前往大训练室进行考核。嗨嗨嗨 ，Hello， 准备好请举手。嗨。放开就释怀，在这方面我似乎是个天才，人生太多意外，太多自己停留感慨，我空的都当尘埃，想得到就别期待，就放开就释怀，在这方面我似乎是个天才，人生太多意外，来不及停留感慨，我空的都当尘埃。我觉得声乐的部分一定是叮当姐，然后舞蹈的部分我相信我们组是可以的，真的，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。 Now he can start the fish and bite me another round. Diamonds on me like a fresh on the water. A mariner really really me in with a thing love. Wow. 本来大家擅长的武器不同，所以我觉得那摆在一块比这是不公平的。请黄圣依团、蓝莹莹团前往大训练室进行考核。老师好，准备好请举手。队长你举手。正好了。等的太久了，等的心也会冷，想的太多了，想的人也累了，我不相信这一次你真的不回来了。我张文姐唱歌非常好，一句话一句话一个字你也没留下，好看好看，非常出乎我的意料。首先他们唱的那首歌真的非常好听，然后三位姐姐他们的音色或者说他们本身的气质也非常适合这首歌，说明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做。如果这世界复杂虚假喧哗，我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呀，就算多遥远啊，心服口服，很美，真的很灵动。我后来脑子里都是他们三个人的画面。我没有想到吴昕，他的那个唱的还很好，那个很惊喜到我的。我自己觉得我们的完成也不错，但确实谁好谁坏，我自己也。